隋炀帝东征高丽。孙子曰：“其用战也，胜久则顿兵挫锐，攻城则力屈；久暴师则国用不足。”意思是说，出兵作战旷日持久，军队就会疲惫、锐气受挫，无力攻占城池；而军队长期在外作战，也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困难。 好大喜功的隋炀帝要御驾亲征高丽国，为征伐之需，隋炀帝命令天下富民买马给军队使用，一时间天下人心惶惶。不是吧？又要开战了，还要我们买马给军队？你担心什么呀？没看见上面写的是想富民征马吗？你家都穷得揭不开锅了，不算是富民。 站在那里的两个，就是你，还有你，跟我走。官爷，我是穷人，没钱买马。谁说让你买马了？现在军队人员紧缺，带你们参军去。我上有八十岁老母，下有一双儿女，您就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啰嗦什么？快走，不然打你二十军棍。 放 <laughs> 了我们吧！<laughs> 们吧由于人马众多，道路阻隔，从春天一直折腾到来年秋天，才勉强完成了人员物资的集结。一切都准备好了吗？回皇上的话，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准备好了。你再仔细检查一下，不要遗漏了什么。 我的衣服啊，要每个季节各五十套；扇子每个名胜古迹各一把；夜壶各种型号各三个。皇上，臣认为您应该选精兵快速进攻，打敌人个措手不及。带着这么多物品行李，会使行军速度减慢，不利于战机呀。大胆！ 你竟敢在战前妖言惑众，乱我军心！来人啊，给他换上马夫的衣服，给我牵马。<laughs> 爱妃啊，看看我精壮的二十万士兵。哎 <laughs>，这马车坐的我腰酸背痛，传令下去。 休息一会儿再走。终于能休息了，呃，累死我了。高丽军，完蛋了，我们被突袭了！哈哈，隋炀帝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大伙冲啊！快，快来人！ 保护我！啊，快逃命啊！疲惫不堪的隋军与高丽军首战便遭败仗，后改攻平壤也以惨败告终。自古穷兵黩武者，往往导致民穷财尽，引发内乱外患。隋炀帝远征高丽便是如此。